好话跟你说你不听，你非得让我拿鞋底下揍揍你，我告诉你是，你非得让我拿鞋揍你是不是？谁管上去？这玩意儿就是武器，用这武器镇压。今天幼儿园干嘛？他们班小朋友好像还要去挖地瓜，好像是，然后穿一个耐脏的衣服啊，一年一次，每年到这个时候都会。妈妈，哎呀呀，拿地瓜。鸡蛋，鸡蛋要鸡蛋呀。好。你这里边有鸡蛋，在这儿，在这儿，这是鸡蛋啊，好什么好，快吃。每年这个时候都会分地瓜，挖地瓜哈。小班的小朋友不能挖，今年他稍微大点的，可能能让他们去挖吧哈。他说挖地瓜的时候，老师肯定会照一些照片啥的哈。哎呦，你这家伙！你看看，一上车里就这个样儿哈，哎，哎，哎，没有什么东西，今天没拿什么吃的呀，吃个饼干行了吧？好，回家吃饭吧哈，别每天都吃嘛，这饼干到头都不好好吃饭了。妈妈，毛毛，啊啊，那个面条夹着，好，夹个蘑菇啊。嗯，夹蜜枣。面条夹好。嗯，我闺女其实也挺爱吃生菜的哈，生菜夹着，好，他们捏着吃吧。嗯。嗯，好吃啊，嗯，然后早上连面条连菜一起啊，我再给你煎个鱼。你给我洗手来，快点洗手，上洗手，把手好好洗洗，快打打泡沫，好好洗手去，快点。嗯，听话，刚才还挺听话的，吃饭还挺听话的，这一会儿功夫就不听话了，快点来，赶快点，快点上洗手去打泡沫，手上有油，快点，快点来，赶快点。 Later， 好话跟你说你不听，你非得让我拿鞋底下揍揍你，我告诉你是，你非得让我拿鞋揍你是不是？谁管上去？你洗个手你都这个么费劲，你是你这个毛病你是。我得先吃饭了，我不等上口了，现在7点钟了哈，吃饭了，先吃。他来了，我得给他回家，我得给他做点。刚刚这家伙又开始闹情绪了。你吃完饭，吃饭的时候好好开开心心的哈。你吃完饭让他去洗个手吧，就开始扭捏了，毛病多，就不想洗手了。妈真的是有些朋友说，哎呀，对他耐心点咋咋地的，你说他有时候孩子就是这个样子，你耐心不行，你就必须得用武力来镇压，这玩意儿就是武器，用这武器镇压。苏菲亚啊，喜欢妈妈呀？啊，奶奶呀，你告诉妈妈喜欢妈妈吗？怎么说呢？妈妈斯基，妈妈斯基呀，妈妈也喜欢你。但是你听话的时候妈妈喜欢，不听话的时候妈妈不喜欢。洗手是不是应该去洗手？不应该去洗手吗？吃完饭不用洗手吗？你手上那个油抹了到处都是啊。妈妈死气，妈妈，妈妈对你好不好啊？不好啊，快上来了，妈妈对你不好呀，那怎么办吧？哎呀，不好不好，那妈妈就不给他买衣服穿了，不给他做饭吃了，也不领着他出去玩玩了。妈妈不好，哎呀，他出不出去玩玩的，玩玩啊，好，再听妈妈话，现在像是妈妈的好孩子，好好表现，妈妈下次还领着出去玩，行不行？妈妈再问你一遍，能不能听妈妈话？能不能听妈妈话？听话，哎，对，就听话，做的不对的地方，妈妈就得批评，妈妈就得说他。能不能改正错误啊？能就说个能，能好啊，这才是妈妈的好孩子。好，妈妈等着哈，我看黑娜酱怎么改正错。糖买啊，买啊，又要买糖啊。好，听话表现好，买糖。这感情真丰富。对对对。打不开吗？好，等会儿。好，走吧，这会儿能行了吧？好，不用客气。今天早晨我送我闺女去幼儿园，
我看他们班的小朋友还排队在那上厕所，还有好多小朋友都穿尿不湿呢。和他一个班的啊，岁数差不多了，差个么几个月，差个两上下两个月三个月那样，他们还得穿尿不湿呢。其实这个孩子你就是哪怕三四岁穿尿不湿应该也是正常的，我感觉是不是。这孩子他每个孩子都不一样，包括性格啊，包括各方面他都不一样啊。只要是咱太大了，你比如说十岁八岁你还穿尿不湿，那可不行，毁了，那是要血命。我看今天评论区里边还有人说，有个朋友说，哎呀你快给伤口去安个假牙吧，看看饭都吐出来，去给伤口安个假牙吧。那我以前也看过类似于这样的，好像就说，哎呀你看你都舍得买这舍得买那，你就不舍得给伤口安个假牙。你说这玩意儿伤口他也不是我儿子，你说哈，这么老么大几十岁的个人了，他想整牙他自己就去整了。我再实话跟你说，他有假牙，安过假牙的人都知道哈，这个不是自己的牙，他不舒服，他不爱戴假牙。他那个假牙吧，他前面这四颗牙是没有的，那个假牙他是抠挂在边上这两个牙齿，他紧得慌，拘得慌，他不舒服。差不多啊，这个饭胎他感觉能咬得动了，他就不戴假牙，经常假牙是装在这个兜里边的，家里边有个蓝色盒子哈，也是装他假牙的。他有假牙，不爱戴，不会天天戴哈。他在外边基本上戴，他也害羞，其实，怕人家看见他没有门牙什么假牙，所以他正常情况下都戴，就是在家里边的时候哈，他就拿下来了，他不愿意戴。还有的朋友说是去种个牙，哎呀，你说种啥牙呀？咱都是普通老百姓，种个牙很贵的呀，也不是说不舍得花这个钱，关键是你就是我说我出钱拿钱让山口去种牙，他估计他也不愿意种，岁数大的人也不愿意折腾，是吧？弄个假牙能吃点就吃点得了，是不是？就是这个样子的，真的。这下蘑菇撒了，把蘑菇撒了，哎呦我的妈呀，撒了我都不都定，嗯，不都啊啊，好。鸭子。啊，不打呀，不打定啊，啊，嗯，啊，不打，不会说不打，是没有，是吗？比如说，咳嗽没有了，就是不咳嗽，就是说咳嗽没有了。辣鸭大，辣鸭大羊，嗯，辣不要辣，辣也不会说。吃麻烦了，再刷碗吧。哎妈呀，最近这盘子碗啊都是我刷呀，只是剩下那一点点儿，上口先能刷刷哈。今天在直播间还跟人说，我说我看见评论区好多朋友说让我对希娜酱温柔点儿，耐心点儿，让我对纳糖态度好点儿，有点耐心哈，对纳糖好点儿，让我对山口好点儿，你说都是对别人好的，我说有没有说让他们对我好点儿的？今天大家回复我说你自己对你自己好点吧。哎我的妈呀，我点想说对别人都说让我好点，等到我自己的话大家说让我自己对自己好点，妈呀这命运呐，老天爷呀，呵呵，自己对自己好点吧啊。我听见车的声音了，听见关车门，哎呀妈，我们家男人回来了。哎呀我亲爱的老公你回来啦，哎呀妈呀，快温柔的对待我家老公吧，我家男人回来了。哎呀希娜你牙带这一回来就也一回来就把人家弄哭了啊。你得写字得画画啊啊，嗯好你画吧哈，好好写哈。这别硬哭硬哭，怎么动不动就哭？你爸爸喜欢你，爸爸才抱抱你嘞，你不喜欢你就不抱你了。那咱看那他吧，兄弟，用那个辣椒里边包的牛肉馅炒的面条。你过来干啥？你要干啥？爸爸，妈妈你得干啥？爸爸。爸爸。啊，爸爸不吃这菜。爸爸到好走，他被带牙啥人呢，哎啊哎哎呀，谢谢你啊强，好行了，走吧，你去玩去吧哈，爸爸吃饭。爸爸找个小的小的呢，小的，嗯，上去啊。
还被掉，好吃。哎呀，俺又得自己晒衣服哈，现在自己晒衣服，自己的小裤衩子洗完了自己来晒啊。那意思不用我帮晒呀、啊，我偷摸把我的晒起来，他自己晒，给自己拿了凳子哈。好，谢谢你。凳子放在厕所里边哈，就是晚上我上厕所哈。好，谢谢，辛苦了，你俩讲。